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我来非常深入的分享这个叫做 Toolbox 的控制盘。那我直接讲，如果你软体需要用键盘打很多很多的文字，那 Toolbox 就不适合你。那如果你的软体只需要按 Control Shift Alt， 还有一些组合按键。那 Toolbox 就是专门设计给这种人用的。 Toolbox 现在可以在募资平台上购买，那之后台湾也可以直接买到这个 Toolbox 控制盘。我觉得 Toolbox 就跟小键盘一样，你不可能迅速上手，你一定要有一段学习的时间。你买这个 Toolbox 就跟两岁小婴儿拿到键盘一样，你要知道 ABC 的位置在哪里，你才能打出单字。Toolbox 也是一样。那如果你熟悉 Toolbox 之后，你的效率真的可以高非常非常多。而且如果你软体设定妥当，你真的可以把你目前的键盘丢到旁边，因为 Toolbox 设计就是来取代键盘的。在使用 Toolbox 之前，你一定需要先自定你自己的预设，你才能让你效率变高。那怎么自定预设呢？非常简单，你就把你会用的软体打开，直接正常使用，但是把每一个步骤的键盘按键马上输入到 Toolbox 软体。在第一个礼拜的使用，你一定会发现你遗漏了非常多的组合按键，忘记配置到 Toolbox 上面。这时候你只需要把 Toolbox 的软体打开放在旁边，随时更新你的 Toolbox 组合按键还有位置。如果需要的话，你也可以把键盘的快捷键页面打开，自定的速度会更快一些。如果你设定好的功能还不熟悉它的位置的话，你可以按 Tool 按键可以叫出一个小小的功能指引小视窗，不熟悉或忘记它就可以稍微提醒你一下，辅助你更快的熟悉你自定配置。就这样来来回回之后，你就可以把 Toolbox 自定符合你自己的工作需求，把你的效率提升到最高。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Lightroom 配合 Toolbox 的使用心得。之前用滑鼠的话，你的视线可能五成在你的创作上，五成在你的操作界面。那如果用 Toolbox 之后，你可能八成在你的创作上面，两成在你操作界面上面。特别是在 Lightroom 这个软体使用上面， Toolbox 可能没有比大家熟悉的 Loop Deck 还要直觉。 Loop Deck 可以说是 100% 专注在你的创作上面，但是 Toolbox 可以自定符合更多的软体需要，你甚至可以拿去打游戏都没有关系，那 Loop Deck根本不行啊。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使用 Toolbox 来配合我目前最喜欢使用的剪辑软体 DaVinci Resolve。 用 DaVinci Resolve 的话，自定需要花非常大的功夫。目前官方没有内建 DaVinci Resolve 快捷键的 tag， 所以你所有的按键都只能一个一个慢慢自定。官方虽然有一个使用者交流平台，但是其他使用者的预设按键跟你自己的习惯肯定不一样，建议大家还是多花一点时间来自定符合自己的工作需求，这样会比较好。自定功能按键有一个小小的技巧，如果你会使用很多软体的话，你最好把你所有的 Alt Shift Control 空白键 Delete 全部配置到同一个地方，这样你才不会手忙脚乱。那整体的 Toolbox 品质还算 OK， 除了上面两个旋转轮有点晃晃的，其他都无话可说。 Toolbox 后面的连接界面是用 Type-C， 真的是好用到炸开来，所有的按键品质都非常好。那回馈的力道我觉得有点偏硬，比正常的滑鼠都还要再用力一些，你需要多花一点力气你才能把它按下去。那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滚轮非常奇怪，它滚动一格它荧幕会跑两格，所以如果你只要卷动一格的话，你就要卷半格，这非常奇怪。那我就直接问他们的工程师，那工程师说他们还在研究当中这个奇怪的问题，在少数的产品上面有发现，但是需要注意一下。那还有一些关于软体有问题、有 bug、有故障的部分，我都直接联络他们的客服，那他们的服务也非常的好，还传给我几个 beta 版本来测试测试，研究一下优化他们的软体。那接下来就是我觉得可以让这个产品变更好的小小建议，那几乎都是软体的部分。第一个就是自定按键不能有键盘按键加上滑鼠按键的组合。举一个例子，就是现在的软体你只能按 Control， 另外一只手去按滑鼠左键。我知道 Toolbox 原本设计就是一只手要用 Toolbox， 一只手来滑鼠使用，但如果可以设定成像刚刚举例的 Control 加滑鼠左键快捷键在 Toolbox 上面给使用者挑选，我觉得会更棒。第二个就是电脑开机之后，你一定要手动开启 Toolbox 软体，你才能使用 Toolbox， 希望可以多一个开机自动开启的功能，这样会更棒，不然常常插着 Toolbox 忘记开软体，这样非常讨厌。第三个就是连接 Toolbox 的时候，它一定会跳出一个非常大的连接画面挡住你所有的视窗，而且连接完成后一定会开启 Toolbox 这个软体，你还要多一个步骤去把软体关掉，非常麻烦。还有使用完 Toolbox 你要把 USB 拔掉，那个断讯的页面也一样大，
非常讨厌。那希望他们可以把所有的大的页面通知改成角落的小小通知，这样会更棒。第四个就是你使用 Toybox 的时候，你要开启软体，你一定要从右下角的通知区域开启。那如果你从 Windows 开始页面开启的不是软体，而是一个运行错误的讯息，希望之后可以不管是 Windows 开始页面或者是右下角的通知都可以开启 Toybox 这个软体。好的硬体也要配合好的软体，那软体希望他们可以继续的持续改善，让它优化，让它变更好。这个 Toybox 的硬体达到了367公克，我自己是不会把它带出门，因为我喜欢轻便的出门，但是它的重量差不多就是一只手机架上一个行动电源的重量。最后后面还有一个 USB Pass Through 功能，所以你就不怕你的 Toybox 占了你的电脑一个 USB 的位置。最后我们来到结尾的部分， Toybox 只需要把它的软体搞定，把它的 bug 啊，把它的 glitch 解决掉，我就可以轻松的把它推荐给大家。那我现在使用 Lightroom 的话，我的左手就会轻轻松松自己去寻找 Toybox 在哪里，自己去使用它。那没有买 Toybox 也不会怎么样，但是你买了 Toybox， 它就是一个让你生活更美好的小工具。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Toybox 深入分享影片了。当然喜欢这个影片，赞订阅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深入测试的 playlist， make sure check it out。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